的。哎哎，对了，他给你拿的给你怕怎么样不给你，那你怕给我算是公安心情不好，我一样的包去借啊。他给你，他给你，怕你下，他给你相信啊，他给你停就下来看别说话了。归来人呢，刚才跪怕了吧，今年呢？嘿嘿，有。现在归啊讲，现在心下讲起来啥呢？那个别样，这个是别样输的。那人爱冤情，想赚那那爱合过。哎，阿四呀，啊，四无代表四呀，咱人四不是一个一个四，慢慢慢慢，迄、那个意识来消毒灵魂了啊，才是真正的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你问这个中阴身、阳身，就是看这个处理法。大部分死人拢叫活人甲病搞人，甲病的阳身，占在一部分啊。不是隆重占了一部分，要你那在线人拢唔了，你在心真善乐善好施，尽下关顾医心，善事做足多，目睭起化死，他就是啊。当时李炳南老居士，伊个时阵有一个老菩萨，我坚强拢念佛，打佛七什么好，大行拢对得着。有一天，人家讲。啊，老菩萨啦、啊！啊，你怎样念功？你要死啊！哦，安尼哦，明仔早到就死啊！你来给他赞福，啊，等传传的神仙啊，真是的哦！大家都去给念佛啦，去给赞福，赞赞又白起。我阿老菩萨，你唔讲今仔日要死啊？阿弥陀佛，讲无爱救我啦！安尼，阿赞佛是拜一个无啊，个鬼讲啊，佮讲啊，你唔讲爱讲爱看我死，我要死啊啦，要死啊！我是拜神仙要死啊！哎、啊，我叫恁大家哦，一挂念友哈，就我叫来个念佛。啊，即摆来个念佛，来个赞佛，来念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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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个白来。我哎，今仔日就娘个死啊，咱是安尼个白来。啊，你都不讲压力嘞啦，我给下两格啦，好。啊，咱骗两摆，人家无爱插言。第三摆，伫里边南老去试下，大家打呼气咯，打呼，啊过冬灾，好，啊过冬灾耍。啊！大家在遐咧食果子，吼、哦！啊，大家已经完完休困啊！啊，休困咧食果子吼，食果子的中间呐、啊，啊，人讲啊，老菩萨啊，你到底有啊？一心放下，念佛不乱，一心放下。啊，你话到死未死？敢有影死？你爱我死哦，爱我死我死哦！你看，车马扛着果子塞在边啊，怕了，安死啊，安死啊！这样叫人家有。归心护念自己，一心放下，两福不乱，安就是啊。八十多岁老菩萨，这人讲在大中足侪人问的，不是一个问题啦，足侪足侪话侪我唔知，不可说不可说。所以讲呢，咱人的生死常识观，这拢唔能够做念啦。伊安尼化身就是啊，就是做菩萨啦。但是你念佛的念到怎安尼咯？你有法度放下无？那人嘛放未下，哦，人放未下。伊当时念佛在咱念到不乱的时阵，当时的事吼，都拢会知影。咱要人处理，人处理嘛唔咧，要唔过就是咱无啊。啊无就是安那，无就是爱靠家人，甲咱先前需要的处理。哦，咱拢无法度安尼嘛。那么在大后世代的意义内容。也就是带来给咱每一个人会当来早一日的精神，人生来伫这个世间，啊，了解人道，了解佛道，了解孝道。那么呢，佛道、人道、孝道这三条路，就是咱人生观每一个人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再讲，不拄着。拄到一个人，伊讲晓啦，那应好这是啊应该啦，应好应该啦，较慢的啦，较慢我再来应好，讲应好啊，较慢的啦。哦，咱无话久，因老爸就死啊。等于讲啊，我就想要应好，伊就死啊哩。嘿，想要应好，伊就死啊。所以呢，报应，爸母也滴也唔来通应好。等待父母无去啊，在你念讲，我要友好伊就死啊，伊若慢死，我就来友好，故意，这就是
什么？修育要当皇帝精啊，自育要好亲帝王啊。但你怎样想要养好爸母无去啊？爸母也在的时阵，在心吃一粒豆，看也死了就来拜天头啦，好、哦。像那个查某囝在咧靠路头，讲一寡错的老爸老母在破病，连灯甲看都无。等你死了才冒出低头灯呢，啊！你敢要爬起来吃？会无？吃袂落啊啦！你死啊，懵懵了了啊！你冒出低头，伊嘛唔知。好，所以啊，在心吃一粒豆，看人死了在咧拜低头。啊，看人你在咧靠路头啦，伊在破病。好，那么呢，你等于该关心，该慰问，那么可以精神上非常的轻松。那么你等待一世啊，才一个靠路头啊！我捉起一个查某囝，哦，阿麦讲靠路头啦，即卖人啊，连靠路头嘛无啊！哎，老母死，老爸死哦，要等外家哦，有的连靠路头嘛无，笑归咯，嘿嘿嘿嘿，啊！安尼有讲有笑，我昨昏看对一支啊，影片安怎哈、啊？我看电视安怎，连续剧安怎，就是讲讲得到咯，到呀哟！啊，阿爸阿母啊，很死啊哟！安尼啊，起码连靠路头都无啊。所以讲呢，在咱大后世界内底，大家做参考来讨论，好、哦。那么吃你的边头吃袂着，连你的靠路头嘛无，在心啊，好、哦。啊，当初个错，他妈白念念，好要食水白，硬查某囝转来，啊，嘛马马虎虎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第七点啊，咱人生都爱家己检讨，哦，所以俗语在讲啊，大有道理啊，哦，世代相传呐，一代传过一代啦，哦，那么呢，你那是这个好多无去。你无咧做一挂好多的这个仪式啦，哦，那么一挂好多的仪式无做，后摆你的时阵嘛唔知，哦，啊唔知，万一就袂晓甲你友好啊，啊你来晓关心你的时大人，我相信啦、啊，后摆你的时阵就晓关心你呀、啊，哦，哦，这是用咱人大家来做参考，伫咱大后世界时间内，大家来讨论啦，这个好。就是人生观最大重要，咱要学佛也就要有效。如果你学佛，你若无有效，你也未成佛。好、哦，理行好道啊，难成佛果。你若无行入到这个好道，你要成佛果啊，真困难呐、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咱来推行好道，正法菩提啊。所以讲，你若无推行到这个好道，你要正法菩提啊，真困难。家己的父母啊。咱都唔在人去关心啊，咱要去关心什么人？好、哦，咱要关心什么人？所以讲呢，咱人也是这个好，好就是幸福，也这个完全甲经济。所以讲呢，你若会晓友好，最少起码无做不做，你也做菩萨。嘿，啊，佮无做菩萨，你也佮会当做天人呐、啊，起码也佮有人天福报，这也是这个好。也就是危险啦、啊，哦，万恶淫为首啊，必先是好危险哦。作为中间杀人，这就是万恶之一啦、啊，万恶之一，最恶的哦，这个大爱心唔能去做掉。那么咱们做什么善事？首先呐、啊，咱就是爱孝顺父母，孝敬父母，哦。也所以讲，这就是咱最大的重要。啊，在咱的大后世界的时间内，咱大家来讨论。